新年第一单好消息，传闻马明同靓汤已经登记准备八月结婚，就连马明屋企嘅车位都登记咗靓汤架车。今日失忆二十四小时宣传亲口回应：，依家你登记咗啦，登记车牌啦，系啊，你咩啊？系啊，登记咗车牌，登记咗室啦，系咪？唔系啊，因为佢有一个多咗嘅车位，咁所以咧佢就唔想蚀底，咁啊，喂，写你个车牌啦，冇蚀啊嘛，咁样系。系，咁另外嗰样又几时登记咧？有传你哋八月就拉埋天窗噶啦。我真系要郑重，真系今次 last 一次否认啦。就是真的沒有這個念頭的那個新聞簡直好像一個小說一樣真的沒有這樣的事的我也都希望是日期不對還是沒有這件事簡直沒有這件事所以希望大家真的高抬貴手不要再傳這些東西因為我覺得已經太多了傳得不想否認那麼多次了所以今次之後也都可能這方面我們都不再怎樣回應了新劇中安仔和譚俊賢都有靚嬌妻但是安仔大爆阿 Sean 有疑心戀上另一人啊我哋喺拍戏嘅时候，嗰份感情咧，已经喺眼神嗰度流露。佢成日好恋慕我啊，好爱我嗰种眼神咧，我有时都顶佢唔顺嘅。系，我好爱佢嘅。有一个 shot， 我记得直情系，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咁演嘅。又我而家唔敢望佢，太爱佢啊！好多人觉得我哋好嘻嘻啊，咁同埋我哋會做翻綁匪啊嘛！最荒謬嘅就係點解我哋兩個傻佬又會去咗做綁匪咧？咁觀眾一定要睇啦。